This is an art attack. This is an art attack. This is art attack.真高兴又看到你。今天动手玩创意要介绍的是怪翅膀蝙蝠，轻轻晃两下它就会拍动翅膀，可以做派对上的装饰，或者是挂在卧室里面，到了半夜自己吓自己。还是算了。一起来看看，要做一个怪翅膀蝙蝠，必须要先找一个纸卷筒来分成三等份之后，然后在卷筒上面画线，然后呢你就有了一个蝙蝠的身体。做翅膀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剪下玉米片盒的正反面，把它们呢像这个样子的并排在一起，把纸卷筒呢放在中间，分别盖住两边的一部分，然后在纸卷筒的两边分别画上跟卷筒等高的记号，不用画得很准确啊，只要把线连起来就可以了。现在呢就可以画上蝙蝠的翅膀，从这些记号开始，翅膀先向上弯，然后再往下弯，一二三，就回到这个记号了。再来示范另外一边啊，往上弯再往下弯，一二三，拉回这个记号之后呢，就把卷筒移开，把线连起来。现在把翅膀剪下来，然后粘在一起，这就是一对蝙蝠翅膀，两边也都要贴住哦。然后把卷筒剪出一条到三分之二左右的开口，我们的翅膀呢也已经准备好了，把它打开转过来，然后再剪一条等长的开口，像这样。那么现在就有两道开口了，把它转过来，把另外一头呢给压扁，剪下一个浅浅的 V 字形，不过记住不要超过第一道线哦。这个就是蝙蝠的脚，我们先把脚给压平，然后再把翅膀塞进插口。翅膀塞好之后，就可以把筒口粘住了。用胶带粘牢之后呢，成品就会像是这个样子。我用了很多的胶带固定住翅膀，转过来之后，蝙蝠脚也牢牢地贴住了。接着要做头，用报纸捏出一团来做蝙蝠头，把头捏好之后塞进去，再用胶带把它给固定住，然后再用纸巾或者是面纸捏出两团球来做眼睛，把它浸在1:1的白胶里面，挤掉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呢把它放在身体上面调整一下形状。好了，让它呢风干一个晚上，等干了之后呢，它的眼睛就会变得非常的硬。我还在头上涂了粘胶，让它变得更硬，然后再用玉米片盒剪下了耳朵贴上，还有后面的部分蝙蝠脚再贴上两只脚爪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色了，你可以用广告颜料或者是亚克力颜料，除了眼睛之外呢全部涂黑，看到没有？把它涂黑。你有时间的可以慢慢涂，我很快的示范一下给你看啊。涂好了之后呢，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，还可以再做点修饰。我把眼睛涂成了白色，再用签字笔画出了眼珠，粉红色的耳朵、嘴巴，再画上白色的尖牙，
如果说你想让翅膀看起来更像蝙蝠的皮肤，那么可以在垃圾袋上面画线，把它剪下来之后呢，贴在翅膀上，看起来就像是蝙蝠的皮肤。还可以用黑线贴在它的背上，看着啊，把它晃动两下，它就好像在鼓翅一样，很棒吧？你要挂在什么地方都可以，要挂在暗室或者卧室角落的窗前都可以。天黑之后呢，在月光下效果更棒。自己动手做，一个怪翅膀蝙蝠。哦，真是太棒了！大家好，没错，又是我脑袋。记住啊，要做一个怪翅膀蝙蝠吊饰，先要找一个纸卷筒，用笔把它分成三等份，把玉米片盒的正反两面剪下来，然后把它们并排放好，再将纸卷筒放在两片纸结合处的正中央，在两片纸板上各画一个翅膀，然后拿起纸卷筒把中间连接起来。把翅膀剪下来，把它们连在一起，在纸卷筒一端三分之二的地方剪两道开口，接着把另一端压扁，剪个 V 字形后，用胶带粘好来当脚，这样就可以把翅膀塞进去，再用胶带固定好，用报纸捏出头和眼睛，然后用卡纸剪出耳朵跟脚爪，全部都涂黑。如果你想做出蝙蝠皮肤的效果，可以把垃圾袋贴在翅膀上面，这样你就有一只怪翅膀蝙蝠可以挂在卧室喽。Ha ha!